就是高人的居所吗？怎么感觉凉飕飕的呀？真有人住在这里吗？我也觉得有点意外。奇怪，笔记上说的确实是这里没错。难道说……内心有点动摇。不过既然已经走到这里，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进去一探究竟。也有道理，万一有什么惊喜呢？对了，那本笔记上是怎么说的呀？我想想，鹤衔来一朵装饰发梢的鲜花，白兔将四片月光缝成裙摆，我打扮得当，向着东方喊了七声春的名字，转眼便站在去往他家的小径上。好像童话故事一样，难道说只要这样做，春就会来迎接你妈妈？总觉得也像是某种暗号，我们靠近一点再做判断吧。拒收并蓄。附近的山壁上有些灌木，难道说会是某种线索吗？笔记上的话吧，说不定是提示呢。可惜。回忆一下笔记上的话吧。说不定是提示呢。鹤衔来一朵装饰发梢的鲜花，白兔将四片月光缝成裙摆，我打扮得当，向着东方喊了七声春的名字，转眼便站在去往他家的小径上。没有人，只有一个箱子，快打开看看。开了吗？开了吗？有没有仙人留下的财宝？这是……这是书吗？看起来也是本笔记，难道这会是春的笔记吗？各位，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，这里气氛跟我想的有些不同，总觉得不太想在这里翻开这本笔记。说的对，光线不好，容易看坏眼睛哦。走吧走吧，去外面。
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快看看笔记里写了什么。会不会是神秘宝藏呀？好期待。怎么了？突然那么小声，搞得我也紧张起来了。原来是不想打扰林华看笔记啊，看来那本笔记真是有来头的东西。不过看他的神情，多半不是藏宝图了。里面会有什么呢？旅行者派蒙，抱歉让你们久等了。才一小会儿，你已经看得很快啦。看完了，我想我应当和你们分享这本笔记的真相。虽然里面的内容跟我想的完全不同就是了。不同？这不是狐狸神使的笔记吗？不是狐狸神使，春的真身就是我的母亲。很惊讶对吧？我也很惊讶，但这本笔记一开始便这样写了：春与平时的我既相同又不同。作为春时，我不是神里华黛，而是一个最最平凡的女子。以下所有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我所记录的生活琐事罢了。笔记中写的大多是母亲平日里私密又琐碎的小心思，那些我们以为与春有关的事也是属于她的想法。意思是说，设计图纸跟异国料理，都是我母亲想要尝试的东西。或许对你们来说有些奇怪，但作为我而言，非常能够理解母亲的这种行为。倒不如说，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面。看笔记的时候，甚至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好像是我的一些想法被人看穿了，写到笔记上一样。林华，母亲嫁给我父亲之后，就一直作为沈李家的主母，掌管各项事宜。社奉行身份相对尊贵，需要打点的方面非常多。不仅如此，她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沈李家族，人们总是注视着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一定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父母过世后，我和哥哥接手了沈李家的一切。期间遇到的许多困难，可能对外人来说有些难以想象。每当我遇到麻烦事，总是会想，母亲当年是否也这样做过？这样的事，他会怎么处理呢？或许，真是太久没见他了吧。不知不觉中，就连我的记忆里也几乎只剩下母亲威严和高贵的一面。但这是不对的。当我看到这本笔记，就意识到了他和我完全一样。无论我们背负着怎样的职责，也都只是一介普通人而已。喜欢漂亮的着物，想要尝试每个地区的美食，渴望不曾见过的美景。也许你们听见这样的话会笑话我不够成熟，但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。不是作为神里林华，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去生活。母亲写道，她一直想参加道奇本地的民间祭典。她说，天气晴朗的夜晚，自家中向远方眺望，偶尔能看见祭典的灯火。我也看到过，非常热闹，人很多，灯笼里的火非常明亮，能照亮大片夜空。有时我们还要操心那里的治安问题呢。只是以我们的身份贸然参加祭典或许并不合理数，尤其在我父母的时代，社奉行与民众的关系还没有那么亲近。就算没有人限制我们，社奉行的人突然出现在人群中，大家多少也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吧，会想着我们去那里是要做什么呢。母亲说，她不想让别人感到拘谨，
希望大家尽情享受祭典的快乐与自由。他不愿打扰别人，也没有那么多闲暇，便一次都没有去过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那张设计图纸上画的是他打算穿去祭典的衣服吗？是的，祭典上有时会售卖异国料理，那些也是他想要尝试的东西。说来有些冒昧，但真没想到我的妈妈也有这么少女心的一面呢。才不冒昧呢，我认为你妈妈是个可爱又有责任心的人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为母亲完成了一些愿望，唯独去祭典一事我无法替她完成，似乎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完成这件事了呢。我明白，谢谢你们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呢。母亲和我在某些方面是完全一样的，她所面临的事同样也是我将要面对的事。她把无法实现的事寄托在春身上，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咦，难道你也要？不，我不打算用这样的方式。我想我有了新的目标，我会不留遗憾地度过每一天。那个旅行者，我放松，你对我们这里的祭典有兴趣吗？从看到海报开始我就一直想去啊，林华是不是也有兴趣？请不要笑话我，我也曾担心过那些事，不过已经不要紧了。我打算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心，完成这个同样属于我的愿望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不会责怪我的任性。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祭典。要去要去，祭典上肯定有很多好吃的吧，还有好玩的，嘿嘿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现在去的话，应该还能赶上。对啊，今天好像是最后一天吧，还等什么？快走快走。